我是来自越南的软币啊，我来台湾结婚，我很后悔，因为我婆婆很啰嗦，一天到晚都在叫我的名字，叫我做事情，逼我的。我说你很像接业配拍广告，逼我的，逼我的。我说我要回去越南，因为我要避而不进。我说成语我很挑，他跟我说如果我回去越南，他要找人追杀我。我说你现在换成拍电影，他问我拍什么电影，我说你在拍那个追杀避而。